今天觉得这个地方是需要我们的，我们哪怕再苦再累，跑得再远，我们都愿意。资源都会往那种偏乡往花东去，可是当我们到现场去之后，发现他们最缺的是老师。我们看到尤其是偏远地区通常都是弱势，那科博馆那么多东西，它服务的对象大部分都是都会地区的，偏乡地区他们可能连家乡都没有离开过，他们到不了，我们去。我们常常一次一趟路跑到花东四五百公里，那当他们看到我们搬下这些东西下来的时候，他们眼睛就亮了，他们的那种想学习的那种乐趣就会被我们激发。好，来看一下他的头。我放掉以后是三二一就可以了。大家到最后的时候，所有人手牵着手，然后一起触电的感觉，就是让我觉得说，原来物理跟化学也可以就是这么有趣，这样觉得很活用，而且学到很多东西。我们今天这个课程，我们怎么教跟考试无关，可是他可以深入到他的内心。我们教的是有用的知识，我们给他的是有人文的关怀，我们自己讲的都很感动。我常跟苏老师讲，我们真正认识台湾的教育，应该是在退休后才开始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我内心的想法就是，50岁之前，基本上我们不是为自己在活。那今天好不容易我50岁，我至少不100%为我自己活，至少可以某一些时间活给我自己。哦，我可以去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那湖北高中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教育家，有一次我去听他演讲。那句话打动我，他说50岁以前我要努力做个有用的人，50岁以后我希望我将这些有用的知识传给别人。我最近的感觉啊，教育只有4个字，陪伴等待。我们这样子走到偏乡，走到任何一个角落去，我们陪伴小孩子其实只有一小段时间，我们的种子撒下去，等待它发芽，多久我不知道，会不会发芽我不知道，但是满手的种子在手上，不会有发芽的机会，一定要撒下去，做就对。我觉得每一天要走出来之前，我的心情都会非常愉快。当我把器材从3楼搬下来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说我还有体力搬这些东西，真是太棒了。热血50家，让我们用爱翻转未来。